这管我怎么改啊？啊！非要超过柜子的吧？你有两个多，我知道啊，你里面放两个菜都进去啊。 这管要开孔了，这个桶里面插两根，宽是可以的。我改程序麻烦呀，我温度模块要加很多呀。 行，那你给我加点钱啊！行，好，行，那你得抓紧啊！再弄的我二十号我赶不过来呢，还有百分之百的话，那些板片我还没买呢。 是换了新的板片，我水泵买好了，板片没买嘛，换了是不是要加张面积嘛？你跟我说没事，我财务不同意我再办下去啊！我说他一分钱没进手，我说我水泵买了已经，他已经说我了，你知道？我很为难。